大家好，我是黑哥，好几天没有下楼买菜了，今天去市场上再买点菜，买上几天的菜。搁两块钱的吗？来五块，来还有两块钱的，一块钱的。生菜还有吗？有，给你拿。称两个吧。这是个3.5块。3.5块，哦，你们给我装好。哎，那楼下卖早点的多少钱能开门呢？哎呀，这疫情不过，这个没日子了，你想吃啥的呢？我想吃我家那鸡蛋饼。啊，鸡蛋饼？嗯。那奶奶给你做就行了嘛。奶奶，你也会做鸡蛋饼啊？会做，到时候你看我做的好不好。行。到时候你给奶奶打分。嗯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鸡蛋葱花饼的做法。现在我开始和面，盆中是500克的面粉，我把面粉一分为二，一半烫面，一半冷水和面。现在我开始和面，用开水把这一半面搅成絮状，面就烫好了。我现在把另一半面粉用凉水搅成絮状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半烫面。这样和面做出来的饼比较暄软。烫面凉一会儿，我再下手和面。烫面已经凉得差不多了，我开始下手和面。面已经和好了，盖上盖子，让它先醒半个小时。准备一个空碗，我现在碗里盛了50克的干面粉，做点小油酥，在这50克的面粉中倒40克的热油，迅速把它搅拌均匀。把这里面的干面全部搅匀，油酥就做好了。油酥已经泡好了，现在我再切点小葱花。老妈今天要烙葱花鸡蛋饼，我先把辅助工作全做好。葱花全都切好了，面已经醒好了，现在我把它拿出来放案板上揉一下，把醒好的面直接揉成长条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剂子已经切好了，现在我开始做饼胚。剂子擀成薄饼，在擀好的薄饼中抹上油酥，再撒上点食盐，最后来把小葱花顺着边把它卷起来，从一头往里卷，另一头压到下面，饼胚就做好了。饼胚全部做好了，我把饼胚擀成圆饼，越薄越好。饼胚就擀好了，现在开始烙饼，在饼身上抹上一层油。将擀好的薄饼放到饼铛里，在饼的表面打一个鸡蛋，用铲子把蛋黄打碎，均匀地抹到饼上，在饼铛的上面刷一层油，将饼铛的盖儿盖上，烙1分钟，时间到了，翻面，再饼的背面刷一层油，锁住水沸，再盖上盖子烙2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，将饼翻过来，再烙1分钟。时间到了，鸡蛋葱花饼就烙好了。真香啊，这饼！看这个饼身上面全是鸡蛋。一个鸡蛋就那么多是吧？对，而且特别香，这样这鸡蛋能锁住这饼身的水分。对，又好吃又香。柱子把那盖盖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一会儿这个饼就凉了。它就软，更软，盖上盖子捂点。咱是全烙完才开吃了嘛。嗯。妈。哎。咱把这个全烙成双面鸡蛋的吧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在早市上吃这种鸡蛋葱花饼，我们全烙的那双面蛋的。双面蛋的还有个好处是把那个饼护住了，饼是到多少都是特别的暄软。行，你说吃双面咱就吃双面，咱把剩下的全烙成双面的啊。行，
我想想最爱吃这了。对，想想早上吃两个这。呀，想想这次这个疫情，想想可享了口福了。天天吃好吃的。儿子说了要烙双面的，我现在再给他打一个鸡蛋。这样好吃。啊，好吃，鸡蛋肯定好吃。它面本来就是半烫面，就软，再糊上这鸡蛋更软。好吃不贵，孩子这句话。真的，现在是这鸡蛋。这是只能打俩，能打三个，我的想法想打三个鸡蛋。两个鸡蛋，两个鸡蛋7毛钱。对。两个鸡蛋7毛钱，面来上2毛钱，9毛钱，油来上5毛钱。一个油饼，一个这饼的成本就是2块钱，你卖不值钱，什么不值钱？在外面卖就4.5块。再把饼翻过来，你看，两边都是鸡蛋，这孙子高兴，儿子高兴。咱这是叫。鸡蛋葱花饼应该叫黄金饼吧？黄金饼是棒子面饼。咱这也是黄金吗？鸡蛋也是黄金，也是。葱花鸡蛋饼就烙完了，我把饼切一下，吃起来方便。想想吃吧。奶你先吃。哎呦，宝贝儿呀！你奶给你烙的双面的。这种鸡蛋饼双面的比外面吃的那好吃多了。吃我那会儿尝了一小口，快吃吧，晚上吃个这多有营养多健康，是吗？不是一般的好吃。嗯，相当好。你每天就说想想你想吃啥奶奶给你做啥，开学了就没有这待遇了，是吧？嗯，老妈今天熬的大米粥也倍儿香。老爷子今天又没口福了，他去我妹家修东西去了，估计我妹那边直接在我妹那儿吃了晚饭了。行，能吃几张？初步估计一下，10张左右吧。几张？你说10块还是10张？10块。满共才烙了8张，你要吃10张。好吃吧，柱子？好吃。这双面一有鸡蛋，他就把这个饼箱护住了，他那个饼都是软的。嗯，我记得你在那个楼下自由市场那买着，你还买回家吃的吗？我今晚会带着。在家做得好，现在想在外面吃不着。今天一共做了8张饼，用了10几个鸡蛋。现在鸡蛋这么便宜，就算上2斤鸡蛋、1斤面，这成本才多少钱呀？这10块钱，不到10块钱，咱不算这别的东西，光这个鸡蛋和面的成本都是不到10块钱，一家的人根本吃不完一顿。而且这种双面鸡蛋饼在我们这儿，就是早上这一个双面鸡蛋的饼，它要在4.5块。这一下烙了6张双面鸡蛋的，烙了2张单面鸡蛋的，太美了。还是家里做的吃着合算，还是那句话，学会做了，他哪有卖的没有卖的都不怕，他自己可以在家做着吃，又省钱又健康。葱花鸡蛋饼大家学会了吗？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黑哥的作品可以在屏幕右下角帮我点个关注，顺便再帮我点个赞。黑哥在这里，谢谢大家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